今年要到了，你买柑了吗？我买了几箱了，因为听说啊，这个柑橘类呢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，所以在这非常时期，当然要多多摄取。而且我听说柑皮有抗癌的功效，哎，不知道功效如何？是哦，所以呢，待会呢守住我们的红利加油站，让我们一起来请教我们的专家。